今天天气太好了，我们刚刚吃完了早餐，现在准备就乘坐我们的环保车去珠峰大本营。现在是淡季，人比较少，然后一个小时发一趟，刚好没赶上上映，所以还在这再等一会儿呢。一个人的车票是120，我们两个人是240，相当于加上我们的车花了160，我们这趟来珠峰总共花了400块。啊，上车了，把果汁放包里。我们果汁只能装包里，或者是装笼子里。我们没有笼子，就给它整个专门的包把它装起来。出发了，确实是淡季，加上司机，我们一车总共8个人，好期待呀！哦，我在路上可以看到珠峰了。这是珠峰吗？肯定是，就这个形状。我们离它越来越近了。大家看看啊，老司机晕车了。我是刚才在玩手机，低头一直玩着手机，突然感觉脑门这儿咯噔一下，啊，晕的不行，头一抬，啊，一阵恶心就到这儿了。可不敢把我昨天晚上吃那么多给。不能低头，不能玩手机，本身就是山路，一直摇摇晃晃的。坐了一个小时的区间车，我们终于到了珠峰大本营了。这风好大呀！狗绳都吹成啥了？弯的。啊，从这儿看珠峰好壮观。你慢慢开吧，我饿死了。景观台面向珠峰这个地方，全都是大家用石头垒起来的玛尼堆，对着珠峰祈福，挺好的。突然想起一件事儿，昨天我们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到珠峰了，然后好多朋友问我们，你们要去爬珠峰吗？太看得起我们了。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4960、4980，珠峰的海拔是8848。想攀登珠峰，你不仅有财力，你得有体力，你得多长时间就得去做专项的训练，不是说
珠峰不是你想去想去就能去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太冷了，太冷了。而且呢，珠峰是世界第一高峰啊，怎么可能就是我们普通人随随便便说我要爬珠峰，你去到珠峰大本营你就可以去爬到珠峰上，那这个世界第一也就太容易了。手我都冻麻了，都已经太冷了。哎，起个福。什么样才是正宗的吃货？我眼前这个就是。在我们小锅的背后呢，就是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海拔8848.86。但是呢，我们这会儿要去体验一下，应该算是世界最高海拔的自助火锅了。小锅强烈要求的，而且我们已经把我们上来坐的那个大巴车，人家都已经走了。我们俩现在去吃火锅。啊，好。眼前这个寺庙呢，就是大名鼎鼎的荣布寺了。我们就要在荣布寺的对面吃一个自助火锅。荣布寺自助火锅就这儿，只有这么一家。自助火锅每人78元。老板，我来了。太冷了，进来先烤烤火。真的是淡季到了。火锅店就我们俩，然后我能看到前边那边地上应该会有很多的帐篷，就是说有些人要拍日落，要拍日出，晚上要在这过夜，但现在都没有了，全拆了，全拆掉了。对，咱那个车就咱俩没走，全走了。对，然后也没有车上来。所以这个景区现在就咱们俩游客，游客就咱俩。哦，这些菜我随便拿，来老板的厨房里拿菜了，我这是。哦，这是给我们的肉肉，这是调料，来点肉，补充一下。老板刚给咱们俩切的，这么多。我的豆腐，哎妈呀，怎么跑都不成。内容还挺多的，驴豆腐。老板，你是咋想着在这儿能开一个火锅店自助的？啊，你是咋想的，能在这儿开一个自助火锅店？我很早就听到这个大名了，然后我们俩今天就专门必须得在这儿吃一场。直接下来。嗯，先少拿一点。哎呦，这肉，美太太。少量多次的拿，对，哇，看这锅底也美得很，哇！关键是我一看老板切出来的这肉，我就一下就心动了，我就觉得实在，这边吃东西是真实在。在珠峰下面吃火锅，哼，这滋味不一般吧？让我赶紧先吃口肉，肉是熟的，烫热就行。吃牦牛肉火锅，你赶紧吃。此时此刻，此情此景，在这个藏式的餐馆里面，跟我们小锅特别搭。你把你那两个辫子拿出来，辫子拿出来，这就典型的一个小卓妈妈，这个肤色搭配这个装修。特别到位，你随便说，反正我要吃了。哎呀，那天呀，嗓音很。我要吃肉，这不是？哇塞！美吧？
太局限，太美了。你不拉开，大去。哇，这是老板卤熟的肉。对，先卤再切，咱们俩吃的。让涮火锅吃。哇，外面这风声，听到没？超级大的风声。老板这儿虽然条件比较艰苦，但是这菜很新鲜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海拔最高的自助火锅店，但是他是我吃过海拔最高的自助火锅店，感觉真的不一样，对吧？感觉是。全想着。嗯。麻了那么多肉，全吃完了。再拿点青菜吃一下，肉太多了，我们多吃点青菜。哎呀，把老板的剩菜拿完了。好，最后一波，吃完收工。吃光，收工。最后一口，要碗都吃空了，寒的。哎妈呀，吃的太舒坦了。而且火锅一吃，热腾腾的一起。一共花了156，完了，我们俩现在赶紧去等车，坐车。